Hello，露露又来了。今天我们吃一个全是巧克力的，我先吃个果冻。就从哪里开始吃？咱也是第一次吃这个，真的都是巧克力，因为我平时不爱吃巧克力。给你们解压的一个方式哈，给它割掉。好甜啊！你们爱吃巧克力的人，就喜欢它的甜吗？收割机一样，你看啊，这个收割一下，这个太解压了。我就每次吃这个，我都觉得可解压了。下一个视频，我们淘宝店里面全是巧克力，还是有夹心的，记得关注我。